有的是如果不小心旁边一台车稍微靠近你一点，给你撸了，你今天去了登机啊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欢迎回来我们的 Roblox 终极驾驶。OK， 今天我们回到我们最原始的本岛，那我们来做我们的卡车的工作。我后来发现卡车呢，其实有分了一些位置在做。那我们先来做这边的吧，好不好？然后来到这边呢，你要看一下你这边哦，有几种就是可以让你载的，就是其实主要是两种啊，就是一个是那个液体的天然气这种的，然后还有一种是这种泥土之类的，我也不知道那个怎么翻哎、欸。哦，反正我们就先来试试看吧。今天主要我们就体验这两种不一样的这个载货的部分 ，Built Peterbilt， 来看。那我们要载那个液体的话，是要装这个哦 tank 的这一种，来吧。替换门，好，你看这样子，你看这一条道路呢，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。来，那这个我不知道可以载多少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好，那 max 最多哦油就是100而已，载100的油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现在要前往的是这个 T 的部分哦，这个 T 这个应该是去那一个公司合成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哦油变成这个 gas 这样子，所以我在猜应该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小心开了路。现在选了一天，刚好是白天。我发现这个游戏晚上非常的久，非常的久。所以我刚本来就是想要拍，可是竟然又是晚上。那现在我赏金是6块哦。我们今天就是也是做完这个两个工作之后呢，我们就努力的再去消耗。啊，又超速了，又超速了。OK， 我现在目前觉得做这个职业还算蛮好赚钱的。我现在钱已经有40000了，我们就努力再赚。我的目标就是买到一台 GTR， 虽然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很简单哦，因为他们其实只要有好车之后啊，再用都很快哦。好，来沿着这边走，然后等一下再往右边走，我们就可以来到那个公司，应该是这一个哦。有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个光束了，所以我们去那边就可以考虑看看要去卖给谁这样子。我觉得这里原本的岛屿其实算是发展的最好的了哦，因为它毕竟是初始的岛。那上一次我们有说那个好像有一些作者要再做一个更大的城市，不过现在又延到六月了。不过他也说那个只是一个预估的时间哦，希望是可以赶快看到更大的、更不同的。好了，来了，这个化油草这边是不是？来，然后他说可以把它 convert all oil to gas， 没错，就是变成 gas 了。所以 gas 有100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决定说你要送去哪个加油站。有好多个加油站哦，会不会越远的越贵啊？这个可以试试看。我们先看这个近的会多少钱。我们主要试试看这三个加油站点会不会有什么金钱上的差别，好吧？所以我们就反复做同样的事情，做三次。不过这个一趟应该是有2000块吧，我在猜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左边的这个加油站哦。来，各位仔细看哦，看这一站是多少钱？2300块而已哦，这么少。那我们再去下一个看看。那我们现在直走，在左转这边，好不好？直走，左转。这里有警察哟，不过是没有人的，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可跑来加油站大便了。我觉得卡车开得蛮快的，它的那个速度很快。其实这油罐车好长哦，你看它总共有10个轮胎耶。今天是比较城市一点点的。好了，打了，哎、欸，又被超速了，该死哎、欸！那个超速好会抓哟。好，来，刚刚那是2300嘛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多少钱。这个也是2300哎、欸，所以不管长远距离都2300吗？这里还有一个，那我记得这个地图是到这里啦，好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海滩这里。好，从这边要进那个。高速公路了，这是最早我们玩终极驾驶的，来的一个地方哦，对不对？来 ，OK， 走吧。结果到这边也是2300，我就傻眼了。他那个油价也许会有调涨，我记得最早以前好像是3000块，所以这样就辗转之间就少了700块，差蛮多的呢。好，下一个加油道，然后等一下左转。好了，来到了那个海滩了，哦，海滩园区，看看这个海滩园区这边多少钱？有了，这边有个绿色的光束。好，来开了这么远，我相信油价应该会比较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比较偏僻，所以加上运势跟人事成本，这边一定油价会比较高一点点。试试看，没有就傻眼了。
对不对？这里是3000，所以跑远一点多700块。OK， 买了。好了，我们44000了，耶、yeah! ！那当然回去我都直接就绿幕，然后就直接换职业证就好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再去试试看另外一个那个载具的部分，好不好？来看看到底两个哪个比较赚钱。来 ，Trucker，Let's go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载这个 soil 这个载泥土的，应该算砂石车啦。砂石车，那这个有吗 ？Soil， 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可能要去另一个地图、哦。因为他照理说，他有写说有分，应该就会有啊。现在来到晚上，好快哦。这个吧，这个不是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没有特别写到哎、欸。对啊，哎，居然没有，怎么会？那我们换一个地图吧。那我们现在回来到了这个是 Odessa 的地图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可能先载旁边的木头好了。那个软烂的泥土，我不知道是要去哪里载。如果知道，可以在下方帮我留言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还没载过木头哎、欸，说不定木头比较值钱哦。我觉得这边还有那个超重的耶，我们把它开去旁边看看，这个应该是可以开去旁边吗？哎、欸，也不行。OK， 我刚去了几个地方啊哦。然后后来发现呢，这个好像有的地方是不能执行的，然后去载木头，有的地方也不能做，所以我后来又回来了，发现了，哎，这个可以，平板的可以。我本来以为这种是在拖那种故障的车辆，但是好像不是哎，所以我们现在这边看一下下，这边有一个这个另外一个道路、哦，好，这应该是最早的一个版本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这个可以载食物的，哎呦。之前也是有食物过，对不对？但是好像载的不懂。这个可以载110 ，OK，Let me see。可是怎么没有看到东西在上面？啊，110的话呢，一样是有三个地方，哎，一样都是三个地方。那我就不用猜了，就是去这个应该就是最多钱。不过碍于实验的精神呢，我们还是先来这个看看。反正到后来都是要再跑过去，跑红线，好吧？我们先直走，再右转。冲起来！我已经看到这个绿色的了。好，我们就只要比较两边的不同就好了。然后最后我们再把赏金再付。哦，我什么时候变18个赏金呢？怎么变那么多？来，那我们准备右转 ，slow down，slow down。好，来看看它是卖在哪一个什么东西？哎，它不是卖在那个加油站的商店里面的，这是一个大型的停车场的感觉。糟糕，错塞！我的车卡住了。我们先看看，不知道按到哪一颗了。这多少？1980，哇，食物好难卖哦。各位，因为它太吵了，所以我们决定，我们再回去看一下。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那个。好，这边是1980，那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的花呢是多少？刚那台那个不晓得怎么了，好不好？先不管了。不过我们现在身上还是食物，还是有110的啦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直接去这个左边这里看看，好不好？就是一样，也是 South Beach 那边，看看这个会不会比较多。我相信一定会的，所以基本上大家应该比较少做这个职业，大家应该都是做 Tanker。有可能像那种木头那个不没有人在做，可能也是因为钱太少还是怎么样。但是我试了好几个地图呢，都还是不能够装载，好不好？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哪个地图可以运送木头去卖。因为我试了 Odessa 还有之前的一个山景的那个也都不行，因为他们一出场那边其实就都有木头了，但是却不行啊！下雪感觉更寒冷了，有没有？海水感觉到结冰了，不过是不太可能。我的手还放在外面，很像那种有的问讲大哥他们抽烟，然后手都放在那个窗户外面这样子。我以前都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危险，有就是路过不小心旁边一台车稍微靠近你一点，给撸了，立即去我登梯啊！好来，我们要去 South Beach， 他说这个出口只有这个出口哦。哎呦，这边有一台车哎，他的车也卡 bug 是不是？到了，这是在加油站旁边的一个小店铺。How much？2530，果然比较远，真的都比较好。它的一个单位呢是23块，我们111。好，卖了48000了呢。其实做这个真的比较快呢，做个几趟应该下次就有 GTR 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现在准备去消我们的这个罚金哦。好，我们先回来这里哦。那你如果要再送的话，当然就可以啦。那不要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在这边消息就好了。那这边刚好就是有一个
P 的部分了，好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来走去 P 的部分来看一下吧。那前面这边我们来缴一下，19块就是38块了，哎，辛苦赚的钱又被剥削了38块。那里面还有一些拿枪的什么的，也是可以来尝试看看，好不好？警察哦，还好还好还好，我很奉公守法啊，警察。他该不会这样也想要拦我吧 ？No， 快点快点，我赶快现在缴罚金哦。哎，他这样子真的很贼呢，把车子停在那边，快快快！他想你，他想你呢，他想你呢，要追人了这样。各位如果刚那边乱闯的话，就是被抓，来付我们的罚金吧，30块 ，Yes。OK， 观众，我们今天的终极驾驶就先玩到这边啦。下一次希望我们慢慢的赚到可以足够买 GT 啊，我们就可以开去更漂亮的地图，稍微在那边绕一下，好不好？如果机会的话，约一些观众呢，一起来开个这个车距，然后一起陪绕一下环岛，这样子也是不错的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随时按下你当最重要的卡带。我们下次终极驾驶再见，大家拜拜。